叫西蒙叫什么？新 MV 咧唔多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咁珍贵嘅嘢可以俾咗人。哎呦，石面猪仔啊，都冇冇石到。佢抹嘴啫嘛，嗰下抹嘴嚟嘅，唔系石嚟嘅。哦，但系有啲做面话，有啲人话呢个抹姜。佢平时讲咩抹嘴？即系唔系话阿加添里面嗰个 MV 咧，有啲造型咧话佢自嚟。吓？系喎。先摸下一下先，定一定先，唔好晕住。唔系，吓冇留意喎。哦，你未睇？唔系啊，我就系觉得睇完我都唔似边度，我都唔似，系啲人觉得就冇戴眼镜，同埋呢个头就系光头。咩叫你？佢太星年长啦，光头，光头。咁就所以其实唔似啊，大家都应该要 test 下自己视力，test 睇有冇睇错 MV。我觉得好似。都模糊了我的形象，但有明星相是好事来的，是吧？都是的，开心的。姜涛应该不开心。什么啊？我很开心，为什么不开心？比较不会被人像，真的还要一个这样我没有说过，你自己说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开心？有人说他像你，你会不会？你可不可以开心？其实我很开心啊，我真的很想好想你，好想你似我，唔知点讲。